从小都欠发儿，先背个欠他儿，希望好兄弟我蹲到金马路边边儿。从小都欠发儿，先背个欠他儿，经常大家过来把脑壳刷冒烟呀。他说那都是人生，他说那都是人生。身体里面住了个跳跃的魂，看清楚其实是个傻傻的人，他不晓得他未来咋个切针，因此他只有每天傻傻的等，但等不到了他都煮点哈色，学校大老师经常但不打针，他没得耍是爱吃二两小面，都还没喝醉盖上水泥脚边，经常会跑到篮球场和别个打野球，他说他投得蛮准，运球还有节奏，确实跳得有点高，不小心摔在地上，笑着拍拍身上，说为了训练身体力量。他说这都是人生，从小都欠发儿，先背个欠他儿，喜欢我兄弟和蹲到金马路边边儿，从小都欠发儿，先背个欠他儿，经常打架过裂把脑壳摔毛，你以为他没有工作，但其实你错了，有大把大把的事情等着他去做呢，为了不让肚子饿着必须想想去干啥，就算端茶送水也可以，但绝不会分散，你以为他没有工作，但其实你错了，有大把大把的事情等着他去做呢，为了不让肚子饿着必须想想去干啥，就算端茶送水也可以，但绝不会分散，想背个欠他儿，喜欢和兄弟伙蹲到金马路边边儿，从小都欠发儿，想背个欠他儿，经常打架过裂把脑壳摔毛，他很失败但也有梦，曾经追过摔得很重，只要是人就会有用，不过偶尔想挖个洞，他特别奇怪，没什么人爱，他特别奇怪，离开家之前给父母的手上塞了几百块。王春元2019年加入大型 AK 三阶，2018年第一次来新说唱，2020年最后一次来新说唱，但我很高兴认识所有的兄弟。东风 forever， 感谢 forever， 中文说唱必须要演，那都是人生。